我现在在桥头糖厂，今天要带铁粉来去蚵仔寮铁佗。现在是三点出发。
那是咱风景区啊。上来湿地好啊，湿地上北边嘞，我叫陈嘞，陈嘞，带湿地上我。翁伯，翁伯，翁伯。这是个。这是个鱼港啊，这是个叫鱼岛鱼港。花什么两分钟？鱼岛啊。我们走，我们走。进来就顺风啊！公店开这个影子，啊，所以唔得采一身阿弥陀佛，啊，采一身阿弥陀佛了的，叫做影子的，啊，所以以后这就叫做弥陀，这就是弥陀的由来。造泉水，用阿拉伯的。两个拢做伙啦。啊，问题是什么时段？哦，应该两个拢。向左转。啊？这样的，哦，这样很轻的，这么轻。
的呀。向右转，然后向右转。谢谢，辉哥，小伙。猪肉啊，牛肉。猪肉。猪肉，阿弟，你要点牛肉吗？牛肉。石头锅，石头猪肉锅和泰式猪肉锅。石头锅，猪肉，完了，椒，那个枣子，这个七香菜，那个枣子，这个培养，不加红糖。你等一下吧。红豆花，那雪花饼，现在开开始怎么煎啊？十点半，十点开始煎。在吉林呢。